按抖呢，好像个不夜城一样哦。对呀、啊，柳州鸦片你干过董情倩吗？嗯，我觉得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here。不用说啊，这里有 Chinese food、哈嘎 food， 还有台湾 food。那边没有哈嘎 food 的，真的，味道很不错哦。哎、欸，我觉得这边很棒的是啊，我刚想一想，餐车也可以放在这里哎。抹茶哦，那给哈嘎吹哦，放在这里的话，可以让我们叫那种思念家乡味的人，可以闻到熟悉的味道。嗯，可以把那个菜推广给国外的朋友。你跟他讲哦，亚比有哈嘎吹什么？那我们就闻着闻到客家菜那边去。走，爷带你去。哇，这里到处都有中文字哎，让我觉得 very comfortable。Noodles， 哈卡 noodles， 哈卡 noodles， vegetable 哈卡 noodles。What mean？Haka noodles is with vegetables, some soya, pepper, salt, and it's tossed in the water. Yeah, you know, vegetable noodles. Haka noodles, how is this? Okay, one Haka noodles. Whoa, Haka noodles. It's really good, it's really Haka noodles. Haka noodles. You can eat it, right? It's really good.烂哦！我开始想念台湾了。哇，他是在有看过董卿倩哦。有，我现在没空跟你讲话。哇，亲呢？水饺像，好像水饺一样哦。对，好可爱哦。公妈干，你这个凤凰公妈，然后是晴倩咪西啦。哎呦，不然这一条。我粉你一下。是不是董卿倩？董卿倩在干么？他刚刚特别推荐这个，然后是印度式的，咖喱，咖喱酱。哇，吃好饱哦，拜拜，超饱的。今天啊，摩森豆亚片还有哈嘎，然后印度的综合料理。我们刚刚这样逛了一圈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here。亚比干够董情倩哈，就觉得如果是那种沿街叫卖，少多的。哎呦，沿街叫卖。真的很有家乡味耶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here。我也好想吃哦。